按照这个进度，应该快完工了吧？等我一下。来，把这个带上。转过来。真实了吧？来，往后退一下。好，站在这儿，看上面。想到这么美的建筑居然有我的参与，我都佩服我自己呀、啊！你笑我，你总是瞧不起我。我哪有笑你啊？这次我没有安排你作为助手参与巡逻集团的项目，你会不会不高兴啊？我当然不会不高兴，我不帮忙才是最大的帮忙，我也有自知之明，你放心吧。好。不过啊，你工作再忙也要注意身体，我可不想你身体再出什么问题了。怎么，怕我哪一天突然跟这个世界说拜拜？我就讨厌你说这种话的样子。其实啊，我每天都会害怕，害怕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可能就会失去我现在拥有的一切。不会的，十年前你守护我，现在换我守护你。牵这里不会放电。你这样有点过分了。